快啊！二端走过来，走的是什么桥？大港桥。可是跟大家报告一个好消息，在明年的这个时候就会启动来盖一栋大港的天桥。所以的天桥的状况，我跟大家、跟市长以及各位长官做一下说明。122座的码头，码头的最前线货柜的吊装就是桥式起重机。桥式起重机，我们在明年在这个时候会启动做高度将近50公尺。这个平面啊，这个平面是30公尺的1:1的桥式起重机，两座在两边可以过来有电梯下来。甚至梅堰有的博二以外，那么未来台塘的港埠商业区，这个流行音乐中心，那么未来现在我们刚刚经过的地方，未来会规划为整个的这个相关的水上游乐的设施，并且相当的非常的地方，包括。台北，然后。